你好，今天我要说我的故事。我要用什么什么的时候。好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住在家里。我和我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住在家里。我的家在一个农村，农村，农村。我的小学也在我的村子里。所以，我每天走路，走路去我的小学，可能走20分钟。然后，中学的时候，我的中学不在农村里，我的中学在一个小镇，小镇上。我不住在家里，我住在学校里。我每个星期回家一次，有的时候我走路回家，走路可能1个小时，有的时候我坐车，车回家，坐车可能15分钟。然后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的高中不在我的村子里，不在小镇上。我的高中在一个城里，是一个小的城市。我住在学校里。所以，高中的时候，我不常常回家，可能我每个月回家一次。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家离我的学校很远，所以我不可以走路回家，我可以坐车回家。坐车可能2个小时。然后是我大学的时候，我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大学不在农村里，不在小镇上，不在小城市里，我的大学在一个大城市里。大学的时候，我也住在我的学校里，我不常常回家，可能我每年回去两次。我的大学离我的家很远，所以我不可以走路回家。我要坐汽车，我要坐大巴回家，很远很远，可能要3、4个小时。然后我去工作，工作的时候我不在农村里，我不在小镇上，我不在一个小城市里，我不在一个大城市里，我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里。这个城市叫北京，对，很大很大的城市。北京离我的家很远很远，所以我不可以走路回家，
我不可以坐汽车回家。我可以坐火车回家。我可以坐飞机回家。我觉得在中国飞机很贵，所以我坐火车回家。坐火车可能要23个小时，嗯哼，很远很远，23个小时，太远了，所以我不常常回家，可能我每年回家一次。然后我出国了，中国，出国，我出国了。我来到澳大利亚，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不可以常常回家，可能我每年回家一次。在澳大利亚，我不可以走路回家，我不可以坐汽车回家，我不可以坐火车回家，我只可以坐飞机回家。坐飞机可能10个小时，所以如果现在我要回家，我要先坐10个小时的飞机，然后坐2个小时的火车，然后坐2个小时的汽车啊，所以你看我离家越来越远。小的时候我住在家里，中学的时候我住在学校里，高中的时候我也住在学校里，大学的时候我也住在学校里，工作的时候我住在北京，所以我离我的家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你呢？你离你的家也越来越远吗？留言告诉我。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